采儿，难道你真的要无限期的沉睡下去吗？攻击不是魔法师的天职吗？但他呢？你今日之后，我会让他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可恶的人类，我要把你撕了！身为一名高爆发的火系魔法师，他连最基础的攻击都不会，这样的人也配进猎魔团做一个猎魔者吗？林星，你说话呀！好，我告诉你们，